小龙珠。哎，你们知道我？咱岛内幕在咧追讲嘛有啦。我之前在那个跑新闻的时候，因为我长官每个礼拜都叫我们要加独家，交那个独家，然后我真的是交不出来。然后有一次去吃那个快炒的时候，100元太少。对，他吃龙珠的时候找到新闻。怎么个？150块炒炒龙珠。只有七颗，七龙珠，然后去数龙珠。你知道我多可怜吗？你知道我多可怜吗？我为了要有新闻画面，我还横拍那龙珠，我还就是一般民众的声音说一颗、两颗、三颗，怎么那么少？那当然，自己的新闻不能自己做嘛，就是你这样有问题嘛，不可以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就提供给同业素材，然后同业就再给我他的独家。100块的七龙珠，150的七，哎，市民大道，你那个至少是自己去，你自己去吃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自己去吃，但是我就还是要避免，就让人家觉得说，哎，你自产自销，这样不行。不可以啊、我在当记者的时候，有一次出现一个事情，后来让请客人非常火大，就同业吃饭，有人请客。然后结果就出现类似情形，那个菜太少了，对，结果有人把它拍下来发毒，请客哎、欸，请客哎、欸，请客，有人请客，请你吃。你知不知道你150元买到七龙珠，你会很生气，但我开心到爆。对，我说这是新闻，因为我那时候被独家追到快疯掉了。你就叫隔壁桌，你会不会请问一下？你会不会觉得有一次去大安森林公园有一个 corner， 然后一直被那个脚踏车撞，我也超开心的。我说这可以刷一个新人地狱。你真的是以前我们20几年做以前做新闻，对，超烂的都做那种市政府中酒那个黄金葛，这个有毒。我那时候还拜托叶元之给我毒。